早上先生，早上大大你好吗？我有个事自己，我名叫 Lilis Purnamasari， 我是亚尼亚，我今年21岁，我身高156厘米，我在唱51公斤，我经费是比较，我读中学高中学，我没结婚，我有一姐姐，一细佬，一妹妹，我工厂经验是81年。我哥共创几个小朋友，今天我给西山东山买酸醉饭，我吃醉饭就做一波动波出前沿，我先坐夜在香港人外，我因玩到地震被我自己当我家人，我暗更高，我暗吃醋肉，但是我吃醋醋肉，我希望大家欣赏着我。ông có xây sinh sang, ông có xây đây đây, trẻ kinh hay Hong Kong. Bye bye!